区那个人员的作业弹药是比较充足的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加强那个天气的密切监测，实时开展那个人工阵雨作业，进一步缓解我区的那个旱情和高温天气。这次台风马鞍给我们贵州带来了一次有利的增雨条件，那么我们贵州呢，地面作业、空中作业都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们的飞机将在近两天25、26号进行高频次的作业，以增加最大的降水量。飞机增雨的，它的优势是影响范围大，播撒速度快，而且它直接作用于云体，效率更高。比传统增雨呢，对于我们这种大范围的层状云呢，效果更好。水神呢，跟病毒呢，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，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